问：2020年9月2日，魂游心灵净土。观世音菩萨，童儿，为师今天告诉你，遇到比较大的苦难和业障，可许一个比较大数目的小房子，在某个你们做得到的期限完成，然后再一波一波21章的念诵烧诵，这样子的效果比你们许一波21章却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数目来得好。观世音菩萨，可知为何在你们许愿比较大数目的小房子时，护法神会根据你们的愿力书写天书送到地府，身上的冤亲债主也能暂时离开你们身上，然后在地府等待投胎或另作安排。一旦灵性离体，你们身上的病痛或业障也能逐渐减少，但是一定不能妄语。在见到效果之后停止不念给灵界众生，护法神会难以护持念佛人，没有护法神的护持，你们的健康生活和事业也会出现许多麻烦。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9月2日。答：菩萨在教我们方法，师父也是让你们先许一波大的，然后在21章一波一波念，一波大的数量许出来，愿力大能先帮你消业。你对别人说我一共会给你10万元，对方开心吧。如果你说我每周给你10元，会一直坚持给，哪种更有效果？但不能有妄语，许过的愿不能忘记。